我是小妮，小妮今年第一次弄海瓜子，二哥那天弄的确实不小呀，回家吃的时候面条可香了。走，去别处了，就这儿吧。二哥给大家照着，看这是啥情况。先让我把手套给戴上，密密麻麻的，太多了。疯狂了啊！我要干活了。看这，谈一会儿让大家看见。我揪一个出来 ，OK， 看这个多么大，颤抖吧，小铲子。这个弄得过瘾，不用挪地儿。今年这个好像确实很大，这块地儿就够我弄一桶了。铲着过瘾不？那还用说，凿个水深，就这样，还可以。这个要使劲搓啊，这个。泥巴，准备工作做，开干。解压，特别解压。使劲按，使劲搓。解压特别解压。我看一下情况咋样。你不是说水性？哦，对。反正也搓了半天，有情况，有情况。哥，看这个，我天呀，大，这比葵花籽还大。哎，你还别说是。啊，我再这样搓搓，来这一波回家慢慢挑出来。多弄点回去炒着吃。啊。看着我就乐呵。哎，怎么样？这程度完美。青色的。赶紧让我、啊、到桶里。直接上手吧，大的多的地方可以用手。哎呀，小妮干活是一等一的啊、哦！那可不是，这必须得夸奖一下。这就这一块。哇，你再看，哎呀，太过瘾了，看着。我要这铲子要弄多点，省得在那洗半天没有成果，感觉不高兴。我都觉得去年好像吃这个吃的少了，今年一定要多吃点。多吃点。我说啊，你挖了一筐了，够了吧？够了，走。赶紧洗，一会儿洗不了，太多洗不了，不好洗了。还是那块地儿。哎呀，胖人就是不好呀，两下一下，弄得我喘不过气儿。哎呀，两只手在一块儿搓，像我那么搓，好嘞，就那么使劲搓。哎呦，拉开节奏了。我看一下哈，漏个水。这个不行，还得再搓一下，还得使劲搓。他们都长一块儿，也不知道想不想搓开是吧？对呀，都在泥里面连着呢。哇，这手感！哎呀，想想回家有吃的我就高兴了。我估计你把那桶弄满300块到手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弄一桶回家先让我先过一下你再说。二哥没吃的呀，哎，慢慢现出原形了。再搓一次，差不多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手套都被我搓掉了，用了多大劲儿啊！差不多了，哥，我再搓两下，看看哈。再搓一下，现出原形了。大摇摆呢。真的现出原形，刚是泥的，黑不拉几。现在是这个。青色的啊。好嘞。得用水再过一下。看，这块多吧？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。大不大？话说大不大？看清楚，这个不是海虹，这是海瓜子儿，两个东西啊。继续倒桶，继续看，加油！今晚那边人很多呀，我感觉。啊、哦，太多了。到处都是人，好像。哪儿都是人。哇，那人全进去了。把铲子丢了，你说铲弄得快，手扣得快啊？其实铲快，铲子快是吧？直接洗。又弄了一篮。嘿嘿嘿，这速度哟，这手有点强哦。
摔，正往下退呢。嗯，搓洗，使劲的搓，使劲的洗，一下就好了。境界是越来越高了啊。没有办法，实力就这么强悍。就使劲搓，就是费手套。你看，就搓了一下，可以吧，这下。慢慢卸出原形。再搓一下就 OK。来来来，来了，瞅一下成果。OK OK， 这成果杠杠的。走走走，叫我继续倒。哎呀，伸一下懒腰了。还有吗？够了啊。够了，还有小花梗，花梗不要，看，太小了。妈呀，这一桶。回家可有的摘了这个。我踢到那边，你踢哈。我先提一段 ，OK， 好了，能提动吗？可以，好了，咱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小妮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